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高伐林，欢迎收看伐林追问第126期。中美关系巨变，关注两国交往的人翻出了很多陈年往事，我发现其中有一些确凿的史实掺进了以讹传讹的神话。例如说1969年苏联打算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被美国制止，从而拯救了中国，就是这样一个真伪夹杂不靠谱的故事。各位观众听众对这个故事并不陌生吧，我自己经历过从疑到信的过程。几年前我介绍这个事件写下这样的文字，二战结束以来，人类曾经两三次与全球核大战擦身而过，最危险的一次当然是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约翰·肯尼迪总统的手已经按在核导弹发射按钮上了。还有一次就是1969年，苏联准备对中国进行核打击。那是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甚至超过日寇侵华的生死关头。千钧一发之际啊，使中国人逃过一劫的大救星正是美国。但是随后我又经历了一次从信到疑的过程。这里我简单回顾一下中苏翻脸大打出手的经过。中苏自1960年公开争吵之后，在未划定的边界地区冲突渐渐升级，最终发生了黑龙江边境的珍宝岛战役和新疆边境的铁列克提事件，双方动用的兵力达到了军一级的规模。过去中国的宣传一直说珍宝岛战役是苏军挑衅，先发起进攻，苏联一方呢，当然正相反，宣传是中方挑衅。双方其实都挑衅，但是发动一场小型战争是毛泽东做出的最冒险的战争决定之一。1969年的3月2日、15日、17日，中苏先后在珍宝岛三次交手，战场是中方选择的，珍宝岛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方一侧，再次开战容易表明苏军是侵略者一方。中方的一侧山多林密，不利于苏军的机械化进攻，有利于解放军灵活作战。按照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的说法，方案报请中央和毛泽东批准后，沈阳军区准备了两三个月，从三个军抽调了三个侦察连进行专门训练。3月1日深夜，三个连悄悄来到珍宝岛潜伏。2日上午派出了十多个人公开招摇，引诱苏军出来。苏军二十多人乘装甲运输车赶到珍宝岛，进入中方的伏击圈，二十多人全被消灭，赶来增援的部队又有死伤。中国的官媒随即报道，苏联边防部队侵犯我领土，并首先开枪打死打伤我边防战士多名，我边防部队忍无可忍，奋勇还击，胜利击退了苏军的侵略。3月15号的战斗呢，双方都有准备，
持续了9个小时，珍宝岛反复易手达8次之多。苏军动用了坦克、装甲车、飞机和当时的秘密武器 BM-21 冰爆火箭炮，中方呢是上百门反坦克 火炮、40火箭筒、轻武器和岸上的纵深火力一起开火，却对苏军的 T-62 最新式坦克毫无作用，直到它被炸断履带停下来。这个消息传到中央军委，震动了高层，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都表态，无论如何也要把这辆坦克弄回来。苏联高层则下令绝不能让中国得到坦克。3月17日的战斗实际上就是中方与苏军争夺这辆 T-62 坦克的战斗。苏军想炸毁坦克没有得逞，就用重炮轰击，把冰层轰塌，坦克沉入江底。解放军派来北海舰队的潜水员把坦克捞出来送到北京，作为苏军侵犯的罪证在军事博物馆展出。尽管中方的作品啊，中方的说法是渲染苏联侵略成性，但是包括腾讯历史版的文章却都披露，3月2号中方发动攻击实际上是经过中央批准，早有准备，更说3月15日战斗是从北京直接指挥的。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专门研究中苏军事对峙的金莱尔教授则发现，3月15日战斗苏军其实很被动，因为当时苏联的国防部长出国，苏联的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呢正在去匈牙利的火车上。对缴获的苏联坦克的研究让中国军方很吃惊，除了坚固的装甲，这个坦克车的时速高达50公里，它的大口径115毫米的滑膛坦克炮穿甲弹可以击毁中国的任何坦克，还装备有双稳射击控制仪、红外夜视镜等等先进装备。对苏联坦克的恐惧症影响到最高决策部门，苏军为了报复在珍宝岛遭到的伏击，1969年8月13日出动了300多人，在坦克装甲车的掩护下，在新疆铁列克提地区将中国边防部队包围。新疆军区司令龙书金急电总参和外交部，但他没有派军队增援解围，造成了中方数十人牺牲，多人被俘。龙书金的决定来自北京，因为派多少部队都有可能被苏军坦克部队围歼。苏联在中苏边境增兵超过50个师，配备了最先进武器，包括导弹和战术核弹头，而且受过在核战场作战的训练，确实有能力先发制人，摧毁中国绝大部分核武器和导弹基地、海空军基地。盛传苏联酝酿制定了外科手术室核打击的计划，目标是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对苏联和中国都相当熟悉的美国著名记者索尔茨伯里写了《中苏战争》一书，他说苏军的作战设想是通过核攻击使敌人陷于瘫痪，然后通过装甲部队的闪电式攻击使中国在几天之内完全丧失战斗力。毛泽东或许这个时候才意识到，苏联和美国不一样，美国发动战争要依法走公开程序，经国会批准，而苏联和中国一样，政治局几个人就可以决定发动突然袭击，逼急了打核战争也不是不可能。铁列克提中方吃了大亏，但是并没有设法以牙还牙回击苏联，毛泽东反而下令紧急疏散。1969年10月15日，毛泽东离京抵达武汉，17日林彪疏散到苏州，周恩来带领中央政治局和军委办事组成员从北京市区撤往西山。中共高层官员
包括许多正在受审查被批斗的官员也大批被送走，部队疏散的规模达到95个师94万余人，还有4100多架飞机、600余艘舰艇和大量的坦克、火炮和车辆等。一个叫许尼的作者写了一篇《1969年中苏核危机始末》，在《世纪风采》杂志上刊出，随后又登载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上，也就是说被官媒认可，甚至代表了 官方的口径。一般来讲的话，如果是称颂中共伪光正的官媒文章，因为官媒过去伪造历史、掩盖历史的不良记录，我们会保持警觉，不会轻易相信。但是对这样的文章呢，我们往往会减轻一点警惕性，觉得官媒犯不上在这些问题上撒谎。但是我们可能就忽视了还有另外一种造成不实之词流传的可能性，这就是不良的学风文风。用得上毛泽东当年的话，有哗众取宠之心，无实事求是之意。这篇文章是这么写的：珍宝岛冲突爆发后，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契科元帅、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等人为首的军方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他们力主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1969年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伯雷宁奉病在华盛顿紧急约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向他通报了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并征求美方意见。苏联的意图非常明显，在中苏关系当时也很紧张的情况下，如果苏联动手，要让美国至少保持中立。第二天一早，基辛格就到白宫向尼克松汇报。在同高级官员紧急磋商后，尼克松认为西方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必然会招致中国的全面报复，到那时核污染会将直接威胁驻亚洲的25万美军的安全。最可怕的是，一旦让苏联人打开核打击这个潘多拉盒子，整个世界就会跪倒在北极熊面前，到时候美国也不得不举起白旗。美国方面认为，一是只要美国反对，苏联就不敢轻易动用核武器；二是应当设法将苏联的意图尽早通知中国。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很难，因为美中20年来积怨甚深，直接告诉中国，他们非但不会相信，反而会以为我们美国在玩弄什么花招。最后他们决定了，让一家不太显眼的报纸把这个消息捅出去。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刊登消息，标题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据说勃列日涅夫气得发疯，中国对这个消息呢也非常重视。毛泽东听取汇报后说，不就是要打核大战吗？原子弹很厉害，但是鄙人不怕。他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全中国很快进入要准备打仗的临战态势。这篇中苏核危机始末文章啊，随后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利用9月上旬到越南吊唁胡志明之机，要求与中方会谈。9月11日，他在回程途中与周恩来在北京首都机场会谈3.5小时。但是9月16日又风云突变，伦敦的星期六邮报登载了苏联自由撰稿记者，实际上是科格勃新闻代言人的维克多·路易斯的文章，称苏联可能会对中国新疆罗布泊基地进行空中袭击。尼克松紧急召开国防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副总统阿格纽、国防部长莱尔德、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惠勒和基辛格等人，决定将危险通知中国。而且美国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已被破译的苏联密码，向苏联本土134个军事要点、交通枢纽发出准备核打击的指令。10月15日晚上7点，勃伦涅夫获悉后不相信，苏联会站到中国一边，这简直是天方夜谭，马上给我拨通驻美使馆电话。几分钟之后，大洋彼岸的苏联驻美大使多伯雷宁向勃伦涅夫报告，两小时前我同基辛格会晤过，他明确表达了尼克松总统认为中国利益同美国利益密切相关，美国不会坐视不管，如果中国遭到核打击，他们将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他们将首先参战。在美国强烈反对以及中国积极备战下，苏联人终于放弃了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想法。以上这个报道啊，有鼻子有眼，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有关系儿。尽管像中国的国防大学军史教授徐燕不信，他写了《详解中俄珍宝岛冲突始末》，驳斥核危机传言，发表在中国新闻周刊，但是不能算严肃的学术研究。许多人呢，还是在难以置信之后不得不相信。我仔细了解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尤其是读了吴哥2018年11月在钝角网上的文章《苏联对华核打击刹车之谜》，我认为这个故事基本上不可信。我们要追问的问题集中起来就是两个，第一，苏联真的具体策划对中国实施核打击，而不是仅仅有这个意向在内部议论吗？第二，美国真的以动武来警告苏联不得冒险来帮助中国吗？在当时的中美关系下，尼克松总统难道真的会认为中国利益同美国利益密切相关，愿意为中国的安全与美国打与苏联打核大战？吴哥指出，中国领袖及助手如何在两个超级大国面前长袖善舞的自恋的故事，信息来源主要来自纪实文学，包括黄甫生等三人编著的《核危机秘闻录》，以及济南军区话剧团创作员陈志斌 等人合著的《冰点下的对峙 ,1962-1969 中苏边界之战实录》。这种文体在 fiction 和 non-fiction 严格划分的西方没有多少生存空间。西方的有关文献相对来说就丰富和严肃多了。当时直接的证据就是珍宝岛事件之后啊，苏军的《红星报》声称的，准备以强大核反击力量给现代冒险家以摧毁性打击。但是红色国家的宣传常常充斥这一类措辞，到底是恫吓的大话还是真实的警告，谁能说得清呢？苏联对华核打击决心最直接的证词之一是苏联派驻联合国副秘书长舍普琴科在叛逃后出版的书，他是这样说的，珍宝岛事件令莫斯科如同被电击，政治局被中国或对其伸缩的苏联领土发起大规模入侵的可能性吓坏了，我从别人那里听到苏联领导层已接近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政治局讨论时在场的一位外交部同事告诉我，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提出一份计划，以一劳永逸地消灭中国威胁，他要求不受限制地使用数百万吨级当量的核武器。幸运的是，没有太多军人赞同他疯狂的好战姿态。我同他的一位同事奥尔加科夫将军聊过，
他对于中国开战的前景持更现实的态度，提出的方案是使用有限数量的核武器，实施一种外科手术式的行动，以恐吓中国人并摧毁他们的核设施。关于进攻中国的分歧在政治局僵持了数月之久。刚才我提到的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金莱尔教授，他采访过多位美苏的军事专家，引用了前苏联军官维克多·戈巴列夫的研究说，苏联主要是准备用常规手段而不是核打击先发制人。但是呢，他也提到了苏联非常担心，如果中国将输掉战争，毛和他的领导层会批准使用几颗原子弹。当前，另外一位苏联中国问题专家德鲁金说呢，关于是否对中国所有核设施发起打击的讨论的确有，幸而政府否定了这些选项。外交官里面也有在我们有力量时就应该使用这种观点。刚才我们说到三位中国作者编著的《核危机秘闻录》一书啊，其中用了红色按钮一触即发这样吓人的标题，提供的关于苏联核打击决心的证据呢，却非常间接。相反，参加过中苏谈判，1995到1999年担任驻俄大使的李凤林，据说研究了当时的历史档案，他认为啊，双方都是为了应付对方的进攻而备战，迄今还没有任何档案材料证明双方任何一方制定过进攻对方的计划。如果说苏联真要对中国发动核打击，人们就要问了，你要实现什么意图？你总得对苏联人、对中国人、对全世界有个交代吧。中国并没有表达过要全面进攻苏联，连在新疆提列克提地区吃了大亏也忍了下来。你总不能说我要进行核打击，不为别的，就因为我苏联要搞霸权。就连金三胖都不会头脑简单的出于冲动就挑起毁灭性的战火。所以对我们说的第一个问题啊，我是觉得基本否定。那么第二个问题，美国是否警告苏联，阻止了苏联的核打击冒险呢？查多勃雷宁回忆录和基辛格回忆录都没有记载1969年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正式告知基辛格苏联要对华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有的文章呢说的含糊一点，也就是表达的聪明一点吧，是这么说，说苏联通过驻外武官对美国进行试探。而金莱尔教授呢，他证实是1969年8月13日一名驻华盛顿的苏联中级外交官询问了一位美国外交官，如果苏联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美国会采取什么立场和态度呢？8月27日中央情报局局长荷尔姆斯秘密地向少数记者透露过，苏联似乎正向东欧官员通报对华预防性打击的消息。第二天就有了华盛顿明星报的文章，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美国对苏联的试探会怎么反应，这是更关键的问题。中国的两位作者所写的纪实文学《冰点下的对峙》最绘声绘色，就是前面我说到的，这个书里面写啊，多勃雷宁向波日涅夫报告，两小时前我同基辛格会晤过，他明确表达了尼克松总统认为中国的利益同美国利益密切相关，美国不会坐视不管，如果中国遭到核打击，他们将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他们将首先参战。如果多勃雷宁和基辛格的职业生涯中真有这么一幕，那还了得，那绝对不亚于古巴导弹危机，称得上是人类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刻之一。但是他们俩的回忆录居然都谦虚到只字不提。实际上
美国的警报警告啊，仅仅就是1969年9月5日国务院的声明。声明只是说，我们将无法不密切关注危机的任何升级。美国就没有再做什么，更不可能像上面所说的，美国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已经破译的苏联密码，发出了针对苏联本土134个军事要点交通枢纽准备核打击的指令。没有这回事。金莱尔教授提出四条理由。第一，苏联公众，对，我说错了，美国公众反对为保卫一个共产党国家抗击另一个共产党国家而消耗自己的生命和财富。二，1969年对越战的绝望正值高峰，美国领导人和公众都反对在亚洲承担更多义务。三，美国缺少在亚洲发起一场重大地面战争必须的常规战力。四，美国领导人在这样的场合对苏联发出核威胁，可信度很低。这就基本上说清楚了，也没有这回事儿。那么，如果美国并没有干预，苏联对中国核打击的计划为什么就没有实施呢？首要的原因其实就是苏联很难下决心把核打击付诸具体策划。即使有把握彻底摧毁中国的核能力，却很难不引发中共煽动民众跟苏联人拼命，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常规战争。毛泽东可不是日本天皇，广岛长崎挨两个原子弹就宣布投降。毛泽东早就说了，中国人死一半也要消灭帝国主义，挨了原子弹如果不豁出去拼个鱼死网破，自己的权力、威信和地位就全完蛋。说白了，威慑住苏联的并不是实力足够但是没有意愿的美国，而是毛泽东不在乎民生，不在乎民族生存，宁愿同归于尽的狂热亡命状态。这就是一种国家级的肉弹自杀式战略。这次节目我就先讲到这里，感谢各位收看收听，再见。